我是一个查甫人，真正袂晓游泳，我有够忝的。多谢你叫我。我安尼详细甲你看，感觉你生甲真古锥呢。多谢你，我知影，台湾你讲的。你是要去倒位啦？ 你为什么要想骗我？好啦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人无看过你，你是餐饮部的同事。你看我敢有水？是的。你是咧惊啥？我袂甲你讲。好啦，我袂甲你算啊。 啊，拄则我甲你叫，你是毋是应该爱陪我啉一杯啊？我袂当啉酒。看你安尼真正足古锥的呢。既然今日你是主角，啊无我陪你啉果汁。果汁，会用啊。你等我。 今日咱来庆祝你新经理，Cheers！ 多谢你拄仔叫我。啊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！我煞袂记起咱即马规身躯打拢咯，啊无咱来去找面巾，甲身躯擦干好无？ 志明小朋友化疗完，这几天的状况啊，有较稳定啦。啊，筋骨髓的部分嘛已经完成啊，即摆就是等吼关骨髓的人来，咱就会使马上进行关骨髓的手术。哎，那病医这边，你通知少的，透早都要来报道，啊，到即摆人拢无看。
快点论。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电话哪有可能无人接吧？这个囡仔自出现就是安尼啦。然后任务交代给伊，他要见时间，伊就落电，无得去临时反悔，唔敢来啊。这囡仔真是，我都信任他。应该袂啊，伊进前伊专工走来北方，来甲志明拍招呼呢。这边嘛讲少会足亲切的，啊，佫讲笑话互伊听，变魔术互伊看，啊，看起来伊真有心，就想要甲伊斗三工，无可能爱临时反悔，唔敢来啊。医生，啊，你要手术之前，是毋是佫有一点仔时间？时间是也有啦，啊，不过上好也是赶紧联络着高少伟先生，因为这是大手术，我嘛有时间来评估伊的状况。志明是安怎？啊，志明，你有要紧无？哪安尼啦？医生哪安尼啦？反正做完化疗，药剂量治疗未少啊，啊，即马急症的反应，啊，需要马上动手术，啊，若无恐惊有生命的危险。我现在通知护理站哦，做手术的准备。哦，拜托，拜托。你安怎啊？啊，少伟无伫，啊，即马手术要安怎做？麦丽，你紧打电话，你叫人去找伊啊！啊，敢不是？敢不是有人阻挡伊，不准伊来关骨册？敢袂？好啦，你免烦恼，我赶紧来找人。你不要紧无？你莫让妈妈吓惊啊！你袂当有代志，你支持落去。你袂有代志，袂有代志。你莫让妈妈吓惊，我拜托。只要恁叫我开出来条件去做，我保证以后一定给恁搁较侪方便。无问题，恁好好想看卖，我给恁一天的时间考虑。妈，你爹跟相公是你呀？嗯。这件代志嘛，跟你有关系。只要透过今仔日，对方就会知影我周丽君不是好嘢个角色。我相信因就会乖乖点头，以后拢唔敢阁变鬼变怪。周丽君，想袂到你身况这么凶，为了对付玉华，竟然偷偷把少爷藏起来。我，你这么是在讲啥？我一句拢听无呢。爸，妈也无做什么代志啊，你若无代步一点嘛呀？我拄则听了一清二楚，你讲什么？只要逃过今日，就会对方知影讲你周丽君不是好惹。你敢不知影今日是志明开刀的日子？你这么多病，剩一口气，等少爷来甲救。少爷今日无看的人，我问你啦，不是你甲少爷藏的，谁让你做？我无，到底阿妈哪讲你才要相信我？刚讲即摆在你的心肝内，我若敢若是一个不得手大爱食草的歹查某，我拄则咧讲电话，迄是因为我咧讲生理。讲生理，你若无做，那惊人后悔。之前你对玉华做出这么落毒的代志，想要伫伊的性命，即摆阁想要害志明，所以让你做。我一点都无意外，我警告你哦，少伟人呢？你敢交出来？那无，我绝对唔帮你传。我真正无。爸，你都讲少伟，伊人无去病院报道，我无打电话回伊啦。唔免啦。啊。即摆是安怎？连你连参拢唔，
你甲你妈联手，甲少爷藏起来对无？我问你，少爷哪里动？爸，你干嘛发恁真切？我跟妈真正唔知影少爷走去倒位去，阮真正无甲人藏起来。郭万里，你即马是咧甲小倩拍安怎？安怎？刚讲干那王玉华，迄个苏玄柱是恁囝，小倩都唔是。你代志都不清楚啊！为情理，都甲家己的走囝匹配叫大细声，你安尼敢袂受笑过？你给我找啦！不是，我家己来找。啊！妈，拄则是一个甲咱饭店要合作的咖啡厅，伫咧讲这店做的代志。因为这个 case 是我伫咧负责，啊，对方一定唔肯提悬这店租，所以妈就代替我伫咧甲对方谈判。我真正唔知影少爷人走去倒位去，你看。好啦，小倩，干脆还是闹落去，伊根本就听袂去。我即马伫个心肝内，都敢若是一个卑鄙又够恶毒的查某呢。我即马无心情听你讲遐济，这边有性命危险，少爷佫无看伊人，我真正足烦恼。我真个宝贝囡仔。因到底是安怎？是不是当平安回来我的身躯边？我刚才想到安尼，我就无法度冷静。雷军啊，拄只好，我一时冲动失去理智，我给你回信嘞，歹势啦。爸，少爷最近拢无去酒店会议，这么重要的代志。伊应该无可能死用，根本是少爷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志明甲少爷拢免出代志，小倩，你打电话报警，我警察到三江来找伊。袂当报警啊！爸，少爷是富贵集团的二少爷，若是报警真紧，媒体甲记者拢会知影，死狗就会较麻烦啊。阿姆哥，少爷若真正是拄着什么代志，去派人抓去嘞？这代志应该唔是恁想的遐尼复杂啦，爸。啊，其实之前啊，我有陪少伟去便宜做手术前的检查，又甲我讲，伊讲伊真惊抽骨髓，伊嘛惊痛，佫惊会出问题。伊佫甲我讲，伊讲迄个囡仔看起来真搞怪，想要替妈出一口气，所以伊无啥想要管骨髓啊。少伟真正安尼讲，爸。你莫生气啦，你嘛知影少伟伊较惊代志，嘛较无胆。也毋过伊阁知影真情义理，伊袂伫这个时阵甲去比起来。少伟虽然较囡仔性，啊，毋过遮尼要紧的代志，应该有分寸才对啊。而且伊一讲比对成功的时阵，伊嘛感觉讲伊家己得大奖，会当甲人斗三江，伊嘛足欢喜的。我想。应该袂去陷害迄个囡仔。喂 ，David， 你即马去少爷订起贵宾酒店，把所有人找出来，有消息马上给我报告。赶紧去哦！阿秀，我嘛打电话到饭店，看少爷人有伫遐无。这件代志应该是准星做的。王玉华即马伫个病院，一定着去决心讲会道。虽然准星安尼做嘛，等于是咧替我出一口气。不过，伊这步棋行了确实有淡薄仔凶。假使王玉华的囡仔，若因为少爷关系无性命，安尼万里。一定会把所有的过错和责任拢怪去少爷头壳顶，死狗，强加连滚都无法度替少爷讲话啊！
阿芳 ，baby， 你敢知影伟哥人伫倒位啊？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安尼甲我问。啊，伊昨是有甲我讲什么？伊甲同事去参加迄欢迎会，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哎，我的餐饮部的同事是讲吼，啊，因后来大家哦都先离开啊，嘛无人注意着伟哥去倒位。啊，今日早起哦，大家要找伊拢找无人啦。找无人，啊，伊是会当走去倒啦？敢会是因为伊今仔是要光顾找，啊，所以心内熊熊的惊，啊，才走去避起来。嘿啦，伊袂因为惊，伊就熊熊落跑啦。但是你病医大家拢安尼讲啊，阿芳，啊，为什么你这么确定伊有是因为惊才找无人？啊，因为伊有甲我讲，伊真介意志明，因感觉伊足古锥的。啊，古锥讲，因两个阁有血缘关系，蛮有可能因为惊，伊就歹去动手术啦。是欸，嗯，你讲话嘛真趣味呢。你熟悉我，比我熟悉伊搁较久，啊，你唔是应该比我搁较了解伊？我，哎呀，我讲真正的啦，我熟悉哦，是以前迄个规工哦，营营无代志做，啊，四界爬爬走，啊，惹麻烦迄个伟哥啦。啊，不过最近伊的表现，真正敢若换一个人呢。哎，我已经分袂清楚到底是真正伊啊啦。哎，为你这嘛无重要啦。我认识伊到这么久，伊唔是迄种啥物见树不救的人啊。哎，啊，咱两嘛咧讲诶，啊，直接打电话问伊唔着好啊。已经卡几早起啊，拢无人接。嘿，唔对呢，我卡互伊哦，伊从来拢唔捌唔无接过。我是不是心肝头哦？奈哦，愈来愈不安。啊，你敢知影因昨是伫倒位庆祝？啊，你若是知影，要来无咱就直接去迄个所在找伊啊。我知啊，那无咱即马就来。哦，啊，唔对，稍等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有急事，我想要出去，连替我告一下。好啊好啊，快点上。哎哎，嘉宏，你是？拜托一下，我要找张你才开 party 的人客，啊，这件代志有较着急啦。人客有因的隐私，我袂使甲恁讲。啊，迄间房间到即摆应该是还袂退房，啊，你拢袂烦恼内底会出代志哦？人客唔退房，关我啥物代志？哎，讲起来，咱嘛是同行啦。我是富贵大饭店的秘书，阮副总跟恁头家有交情，足熟悉，会当麻烦你通融一下，互阮入去找人，绝对袂甲你添麻烦啦。这招诈着过会死啊啦！恁诈骗的手法拢唔免外心焦哦。邦哥，江湖救急，你的名搁借用一届。
恁搁唔走，我就要报警啊！哦，好啊，买报纸你去报啊！哎呀，无我规气叫放假过来啊！这乌白两头我拢有熟识啊！啊，救人的代志敢袂当等？要抢大家做我来抢嘛！恁是放假遐个人？是啊。啊，到时阵放假要救的人，若真正发生啥物事较惨，啊，恁汽车旅馆上新闻则是无啥啦。也毋过伊要救的人无救着，这责任恁敢担起？领导阿姐，领导来，高少伟，伟哥，高少伟，快点到在家，高少伟，哎，是你，哎，阿晴姐。我就逃出去呢，可出乖。我可怜，我细汉的时阵参加赛跑比赛的时阵，我可可怜，难逃出去。去年的时阵，你开始真的，还是我的面包吗？哎呦，你是在讲啥？哎，别再混混去啊！那真是。你是安怎啊？那只烧啊！啊对啊，我今仔日要去陪关谷菜救市民啊！啊，你安尼是要来救市民啊？进来，紧坐我去陪，进来。好，好，进来。少伟那就是无来命呐，他市民即马已经做手术前的化疗啊，卡说若无赶紧把健康骨髓做入去，佫叫性命危险的。我知啊，我已经派人四处咧找少伟啊，应该真紧就消息啦。这个少伟啊，我抓准已经改过自新啦，想袂到是咁快，输人无得搞掉。爸，你莫生气啦，少伟伊是连注射拢会惊的人，何况。抽骨髓占遐大机，这个我拢开玩笑。这个哦，我真正对特别失望啊。拢是我这个做阿兄的唔好啦，我应该鼓励伊的，爱注意伊的情绪的。爸，你有一点仔时间啦，我相信伊一定会挂过来。一点仔时间，这把钱已经紧紧，哪有法度去等啦？这社会大概就是安尼，在紧急的时阵，就是较惨。我早嘛知影这无路用，我著派人去挂掉，为我都逃走。有啊，你免烦恼，我用派人去找啊。无论是米的多，我会甲掠转来做骨折手术。好啦，你家己慢慢先安尼啊生气，无得个有啥物代志去耽误着，难免都出现啊。像我是安尼，若无，我绝对袂原谅伊。医生，我真正告诉伟也是无来嘛。是啊，而且王志明的状况即卖足紧急的，我希望恁家属考虑讲哦，我是要继续等待关人家来，还是要将患者的家己的干细胞注入骨髓内底？啊，将伊家己的干细胞注入骨髓内面，安尼敢有较安全？那是不得已的做法啦，并无较安全啦，风险哦嘛是真悬啦。您现在马上要做决定啊，别当搁拖落去啊！阿弟，我现在心情乱糟糟，你讲我现在要安怎做才好嘞？医生啊，阮现在真正是无话讲，这少的是毋是挂钩？我安尼啦，阮就是决定把这边干细胞搁做转去。好啦。你就创啥？你明明知影讲，叫你关骨切，你人是走去倒？在不管安尼啦。董事长，你是莫怪伊啦，伊即摆人无爽快，还是坚持要动手术。
我不是叫人设计少伟，卖回来管骨车，哪会？少伟，你想怎啊？来，规身躯烧烫烫啦！啊，少爷，今麦得发烧啦！哪会呢？医生，少伟这情形敢管骨车？一般来讲，上好也是正常时阵管骨车。啊，不过今麦王志明的状况真不一样。病院嘛需要做特殊的处理，虽然关真正即卖发烧，啊，不过嘛是当关，只不过对伊的身体较无好啦，唔知伊是不是愿意关。我无在写。妈，有影是规身躯小红哦，欧阳华，到底是凭啥？凭啥物在牺牲阮囝的健康来换恁囝的命？敢讲恁囝的命是命，阮囝的命都毋是？万丽，你讲话啊！两个伯伯拢是你的后生，你敢真正要害人偏心？爸，这关系到少伟一世人的健康，这应该要较谨慎的啊。医生，我愿意管。哎呀，少伟，你刚才你在讲啥？你即摆身体的状况是安尼？万一你去管骨髓，会影响到你的健康，会有白话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妈妈唔准你管，我唔准你管。少伟，啊，我个少年。我相信只要好好调养，总有一天一定当调动来。啊，不过志明都无同款啊，伊若是失去一个机会，恐惊都活袂落去啊。所以，我愿意无这样去救志明。医生，麻烦你紧坐入去。既然关键者不能同意，那我就做手术啦。来，先把关键者给你把消毒。少伟，少伟，少伟！你今仔平安无代志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倒转来。我可是要看到你。你即马上好是求天公伯阿保庇，保庇少爷平安无代志。妈，少爷这囡仔上大的优点就是伊足善良的，而且做爸爸感觉足骄傲的。少爷待阮待得。我一世人一定会靠你心肝来。我去接一个电话。一切拢照你的意思办好势啊！哦，那安尼是不是有功要有赏啊？今麦少伟人已经伫咧病院准备要手术啦，你去黑医所搞掏空了啊？真的有可能？我明明就家己用甲规身躯当落落，互伊咧困的，啊！而且迄冷气我搁调到17度，迄棉被我嘛家己藏起来啊！
应该是会无爽快，无法度去管区找才对啊。回帝即马拢是事实啊，去讲嘛无意思啊。我问你，詹姆少伟伊敢唔怀疑你？无无无，绝对无。伊连我是啥物人拢唔知影，就算伊要调查哦，嘛调查无呀。安尼就好。以后做代志啊，去细意咧，绝对袂当搁有即款错误。是。啊，另外，我还得去处理的代志，处理了安怎？哥大少爷，你要我办的代志哦，我拢准备好啊。你爱我跟踪的迄个人，伊即马已经有动作。阿姨姐，阿娇，你这无闲，哥安尼麻烦你走一转。哎，你别这么客气啦。阿姐，啊你身体敢有较好？西餐厅的同事哦，拢足关心你哦，大家拢要带你回去。不过，我即马连话都讲无啥清楚啊，免后迄个面人我回去舞台啦。啊，较早伫个舞台顶哦，讲笑过迄个往来哦，是翘翘去啊。你是黑白讲啥？有我这王母娘娘身头在给你保庇，你不可能有代志。对啊，姐，我这次来看你哦，比顶次气色更加好呢，代表你有进步啊。而且你伫个头一时间哦，都去病院治疗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是啦，爸，阿娇拢安尼讲啊，也对家己有信心。嗯。阿娇，来。遐坐啦，莫去扶大家。啊，好，来坐坐。阿娇啊，多谢你家一个礼啦。啊，阿姐哦，即个破病啊，你想想咧，我一世人哦，无多些代志哦，一十几钟头就算会出来啦。啊，敢会用个康复哦？这我实在唔敢抱伤大个希望啦。李阿坤先，你敢会当小笑一下，小笑一下哈？那个阿娇啊哦，来看你，你茫茫安尼，忧头甲病，啊不甲大家安尼，心情无介好，替你咧烦恼，安尼你敢好意思哟？啊？哎呀，阿姨你莫咧讲啦，别紧啦。爸，我有查过资料啦。人讲中风了后，除了复健，病人的心情要有意志嘛真重要。所以你心情要放得开，千万唔通安尼胡白想。有听的无？这未来医生拢安尼讲啊，你都爱听这李医生的话。啊，你逐工有除了复健，还佫有就是安尼。仰天长啸一百声，仰天长啸一百声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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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边隔壁当作我起笑，哪会？这才是观众上喜欢的王来啊！好，我笑，天宝啊！阿娇啊，你放心啦，我是真做福建啦。啊，是讲阿娇啊，真歹势呢。啊，之前因为我这种个性哦，煞恁带来足侪困扰。哎呦，阿姐，你马上都无听你医生的话哦。你破病也不是你愿意的啊，你千万唔通失节。我甲田宝来到电影斗三工，互你用重新登去舞台。姐，哎，阿娇，你有来哦？对啊，我来看阿姐啦。多谢你来看我爸。哎，田宝，唱片公司的钱我给你摕着啊。阿姐，多谢你。阿娇，你陪我做一起好不好？好啊。爸妈，那恁阮先来去好啊。谢谢你啊，阿姐，我再多找时间来给你看。阿姨，你嘛莫受忝嘛，我先来。好，拜拜。
谢礼啊。好。哎哎，天茂，你要学好哦。哦，好了，我怎样了？来。妈，多谢你替恁弟弟来下灰。这本来是我跟恁爸爸的代志，煞害的。哎呦妈，来来来，你哪个讲种话啦？你放心，这笔钱哦，我要给田 boss 的。尽量改省。阿弟啦，嗯，今仔日你过来唱片公司哦。嗯，伊安尼，逐工安练歌练到遐尼啊晚，敢袂忝啊？哎呀，彩玲啊，你唔通伤忝咧。袂啦，我即摆会当学足侪物件咧，而且春花逐工拢会陪我去啊，我一点仔都袂忝。我即摆就跟咱希望，我会当赶紧出唱片，趁钱。啊，整个花都会当幸福美满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总算在最后一天来了协会，完成做菜手续。今仔日是最后一天，对啊。啊，你奈无甲我讲啦？我遮有钱，当先互你去拿吧。你拖到最后一天，啊，若去耽误着你注册资格是要安怎？啊，都无想要麻烦你啊。阿条，我知影你趁钱足辛苦的。李天宝同学，我阁讲一届，以后你的代志就是咱的代志，安尼够清楚？知啦，知啦，你讲的话哦，我会放伫心肝内，袂放袂记。怎样？哎，李天宝，啊，你考算了没？有啊，我拢算好啊。啊，这位是你阿姐啊？哎，漂亮姐姐好。哎，啊，两位是你来啊？哎。阿弟啊，歹势啦，我本地拄只。打算直接讲你是我女朋友的，莫紧啦，别人安怎看无重要，只要我家己知影我是你的女朋友的话。行，行。迄学生哦，都是无同款，每一个人的背后拢未出生一对梦想的翅膀，敢那有要飞起来呢？那呢？我看有啊，那呢情况啊，对不起，有讲过，我的代志是咱的代志，那呢，我会当用我这对翅膀，带咱两个做伙飞上天。啊，就问一下吼，你要飞去倒？飞去真高真高的云顶。而且所有人都会抬头，只要看到看到咱，啊，咱甲咱的囡仔哦，会当有开不了的钱，无烦无恼，逐天幸福快乐过生活。哇，我想讲囡仔今年敢要上上远啊？啊，我有讲我要带你，咱毋是早就讲好啊？也毋过你会毕业，嘛袂做兵的呢。所以，我才会想要提早计划人生。阿娇小姐，歹势哦，你的人生已经让我定下来啊。那是照计划行，所以咱就是要去吃大餐，我请。哎呦，免吃大餐呐，大餐要小贵啊，爱吃一般的路边摊的话。我认识啦，这是阮爸妈跟阮阿姊讲要请你的呢，因为伊认为是你个带来好运，我才有法度考条医学系。你爱我一定好好感谢你，行，餐厅我拢找好啊。哇，你坐下来，叫你坐，给餐厅吃饭。
有包。佳佳，妈妈给你介绍，这位就是迅大科技的陆经理。啊，你好，陆经理，这就是我的早镜佳佳。好，佳佳，你好，常常听安总经理讲着你。坐啦坐啦，免客气，来，拢家己人啊，坐啊，姐姐。姐姐，妈妈甲你讲哦，陆经理哦，因公司是伫做迄光碟，就是即马上红的产业。啊，陆经理哦，是因公司内底上少年的经理哦，足才华的。啊嘛，甲你同款，一带世界去旅行啊，啊去过真侪国家呢。啊，等下恁两个哦，小熟识者，啊交一个朋友，无得卡，以后就当斗阵出去佚佗啊。其实我大部分出国拢是因为公司，顺势即个当地老老看看。我想老小姐应该比我内行，希望以后。吴英英会使请老师家做我的导游。你这个无良心的杂工啊！吃我的，带我的，开我的，你今麦都摕我的钱，甲别个杂工囡仔约会，你良心到底伫倒位啦？这位小姐，你认着人啊？这位小姐，你叫我这位小姐，我甲你做伙遐久啊，而且今麦马桶内底阁有你的囡仔呢。竟然叫我这位小姐，你无爱另外袂要紧，敢讲连我爸倒来嫁囡仔，你嘛无爱啊？哈？安总经理，这拢是误会，我也不识识你啊！你这个查某看到人就白骂，敢是起笑？小姐。你今麦应该看好清楚这个查甫人的真面目啊吼！你千万唔通被伊骗哦，啊那无，你的下场会跟我同款遐尼悲惨。好好，我知我知。行啦，你搁伫遮创啥？我不是塞你啊，你给我不出。行。你这个死猪，骗我的感情，搁骗我的钱，哪来你家己的爸母搞好清楚？你给我不出。娘！哦，这人哪会这么不负责任啊？真正是把阮查甫人的面子吓了了。哎，小宝，咱换一间餐厅好无？是安怎？而且你不介意？无啦，我拄这间餐厅看起哦，足高级的，迄是足贵的，我无想要让你开这么多钱。袂要紧啦，才久久一遍尔，而且你敢知我靠偌济时间才找到这间的？你得好享受我的心意。两位妈，这边请。啊，不谢。哎呀，妈，我要跟你讲，我要相亲啦！吼，结果你看啦，怎会一个莫名其妙出事呢？今晚大家拢在甲阮看啦，真正有够见笑的啦！奇怪咧。迄陆经理因家家境足好诶，啊，伊薪水足悬诶，伊哪有可能是食软饭诶？哎呦，免管遮济啦，大家拢咧甲咱看，紧来走啦，紧诶啦！佳佳，是咧，俊生，真正因为我诶心情受过压榨。我无控制好我家己的脾气，让你受委屈啦。那是因为这阵仔阮厝内底发生一挂代志，所以。你是讲恁爸的代志对无？你知影？嗯。本来我是想要跟你讲的啊，不过我惊你若知影了后，你会气嫌我，气嫌阮哥家。另外。我嘛无想要和你去受着牵连，所以我才会想来想去。哎，我真正是无应该去替家己找借口啊！亏得，这所有代志拢是我的不对。俊生，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都会当甲我讲啊。啊，是顶一代文员，甲你也无关系啊。
我袂因为安尼就看袂起你，嘛袂误会你厝内底啦。你真正是安尼想的？嗯，我是想讲，我无法度替你解决问题，啊，不过我真正足愿意陪伴你的身躯边，替你分担一切。姐姐，你敢知影你是我拄过上善良的人呢？你今安尼啊替我设想，不管我对你有偌好，迄都无够。高俊生，不管你是真的还是假，愿意为阮姐姐搬这出戏，嘛算讲你有心。我着暂时先卖甲你突破。若是会当给你一个有钱、搁有地位的囝婿，对我来讲嘛是一件好事。阿娇，阿你想要食啥？我嘛唔知影这间餐厅上名的菜是啥呢。安尼你肯原谅我，别给我生气啊。啊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唔当搁对我这么歹，啊，若无我就伤心的啊。那是当然的啊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理。俊生啊，爱哦，唔是用嘴讲的哦，爱用行动表示出来。啊，尤其查甫人哦，你讲的约束吼，拢是爱拍折的。阿姨，男子汉大丈夫。我讲我会好好听小姐姐，就一定会做较到。为着要表示我的决心，我已经准备好啊。姐姐，我希望会当甲你牵手一世人，为点点辛苦边照顾你、保护你。俊生，你敢愿意？俊生，稍稍去啦，无咱明天再过来啦，卖让伊影响咱的心情。啊，不过，不要紧啦，为餐厅也袂甲你走去啊。明天咱就欢欢喜喜来约会吃饭就好啦。就是我先讲嘛，就是我先讲啦。阿叔来了，我是关山，那个病患的那个副总管啦。
啊，那你今麦干袂了会去看伊啊？反正目前在你隔离室哦，还要观察一段时间啊，无遐尼紧甲恁见面啦。医生，安尼请问者，高少伟敢有平安无代志？关键者嘛是一定提啊，啊嘛一定醒啊。虽然伊今麦还要另外烧，啊，不过伊的心跳、喘气、血压拢真正常。稍等一下，就先送你普通病房。你出来。少伟。少伟，少伟，你有要紧吗？啊，少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救七妹的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七妹小孩小弟，我救伊嘛是应该。高少伟，你今麦干嘛安怎？我不安怎啦，我不是讲我一定会回来。好，那我先上去病房了，欢迎。小姐，阿妮，我想要过去看伊，想要过去边表达对伊的感谢。那到这边。啊哈。就是做耍。爱哥到六点钟至八点钟久，这是为了卖工作继续劳费，而且这两天爱加休困，袂使做剧烈的活动。多谢你，高少伟，就听了。不会听啦，阿姆哥先生给我淡薄醉大。醉大？请问阮后生会用去啉水无？清醒了就会使啊，啊无我就是表要吐，伊就才食物件咯。多谢。你不顾着你家己的安慰来救志明，这份温情，我会放在我的心肝内。只要我有能力，我一定想办法来报答你。会当甲志明斗相共着，我嘛就欢喜的。假使讲你若真正会想要报答我，那安尼咱之前讲好的代志，你放心，我知影要安怎做。什么讲好的代志？无啦，无啥啦。无，我先来隔离室，来去问一下志明的状况，恁大家讲。少伟，虽然讲你最好袂看到啊，啊，不过我嘛爱知影讲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那去谈无就关骨切。太衰了吧！我昨晚就去参加蔡英博同事替我办的 party， 后来我无说伊上个游泳池，我爬起来的时阵想要走去房间找面巾来甲身躯擦干，迄个时阵我就感觉头就晕的，然后我就我困去啊。即摆你有听清楚啊？吼，少伟拢讲啊。是伊家己无说，伊去耽误着时间。伊总袂用阁诬赖我，讲是我主动伊来管骨找的啊。少爱，你哪这么无说理啦？我问你啦，你是毋是啉着酒？我哪会头壳晕？爸，我知影我今日要动手术，所以我无啉酒，我敢啉果汁啊。啊，到底是果汁还是鸡尾酒？你想清楚，你若无去啉着酒精，哪会头壳晕？我嘛唔知咧。安尼讲起来，嘛是你的唔对啦。你明明知影讲今日有重要代志，都无应该去参加 party， 都应该提示才对啊。我知啊，我原本嘛是安尼想，啊，不过过伊讲。少伟。你把责任拢摕予恁哥哥创啥？恁哥哥
敢唔叫你算到安尼？明明就是你家己无说，你算过头的，你才会造成今日这款结果。是啊，妈，你讲了对，我应该坚持哦，莫去迄个 party。你是个囡仔，你当时才大汉啊，做代志永远拢是安尼，顾前无顾后，让妈妈一直咧替你烦恼。你到底当时才学要保护你家己？妈，我知啦，我也会注意。就几天别便宜，你好好休困。卡等下，妈会派人过来家照顾你哈。妈，免啦，啊，我方照顾我就好啊。曼丽，阿先把手术已经做煞，你是不是嘛应该等下厝内好好休困一下？万一若忝过头，安尼是不是就无彩了？你费遐尔侪精神？叫你那个宝贝仔，是啊，爸，妈讲了对，您赶紧回去休息，叫阿峰陪我好啊。少爷，你好啊，怎样？爸先来等，嗯好。爹爹，再问等你。是。我看这代志怪怪，你搁真少想看卖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们游泳池爬起来了，我会记我有啉一杯果汁，啊，刷下我就走去房间想要干啦，出一条面巾到我的身躯去落打，啊，不过我到房间的时阵，我头就足晕啦。啊，你讲你无啉酒，啊，变哪会头晕？啊！就算讲你真正有啉到迄鸡尾酒，以你的酒量，你嘛无可能遐尼紧就醉啊！先去帮你开面巾。多谢。哎，我还跟你讲话呢，你也袂插话。好啦，迄个时阵我都已经昏倒去啊，拢无记得啊，想袂起来啊。好，我即马嘴又开始打，你阁会当阁喝一寡水。阿峰讲了无唔对，敢那真正有人一直想要甲我创工，不过迄个人安尼做的目的到底是为虾米？哦，俊生。啊！你今日雄雄跟我求婚，害我拢无准备，拄只迄画面哦，我拢无录起来呢。啊，咱两个哦，嘛拢无去想。我若想你知影，安尼就无惊喜啊。我安尼啦，到时阵啊，婚纱照加油几张嘛。对吼，咱两个搁要去婚纱照呢。啊，我想要去法国，因为吼，迄是我上爱的所在。啊，我上班有时间啊，一定来见侬会啊。俊生，多谢你，我先去洗手间。你当然嘛爱配合，
啊，那无你是要叫我的仔，家己一个人去翕婚纱照？啊，阿姨，歹势啊，我讲唔对话。阮佳佳真单纯，伊看袂出来。啊，不过我是看甲一清二楚。拄只迄出戏，玩甲真够工哦。结婚这是人生大事，当然爱较用心的啦。你莫跟我提醒啊啦！你有法度找人来破坏阮佳佳的相亲，算算的，你嘛真有本事呢。相亲？什么相亲啊？阿姨，前几天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我真的是不应该因为心情不好就对佳佳发脾气，我都有在反省，我对佳佳是真心的，为了她我一定会改。说实在啦，我一定要替佳佳找到一个可以真正疼惜她比她自己付出的更多的人。啊，不过爱就较惨死，我说什么她也不一定会听。佳佳天真单纯，跟我熟悉的查某囡仔真正无同款。我对佳佳绝对是真心的。爱情这个物件吼，伊是真真假假啦。啊，不过若结婚就无同啊，因为有迄张结婚证书，就无法度假啊。既然你决定要娶佳佳，你就爱好好对待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我一定好好疼惜佳佳，阿姨。唔对啊，妈，以后你就是一家人啊，我赶快买好好照顾你。尊生啊，丫头三笑有长韵哦，你今仔日讲的话，你都要记牢牢哦。老板，最近李彩玲状况怎样？你敢找到机会？李彩玲上下课，张崇辉吼拢会开车来接送伊，下当讲是黏条条。就算讲来公司训练，张崇辉嘛一直陪在伊身躯边，我根本就找无机会同他下手。你伫暗时替伊安排做训练，你到底怀疑？伊顶多是无怀疑啦，我嘛有对李彩玲安排一挂无重要的课互伊上。伊顶多感觉这是出唱片之前应该爱练习呗。好，伊若是无怀疑上好，你继续安答应，其他的代志我来做安排。因两人照做伙，我的计划就无法度进行，应该安怎做较好嘞？对了，那今日要做啥物练习？应该爱开始练歌吧？应该是继续发生练习。顾老板对新人要求真严格，我应该还未达到伊的标准，所以应该继续练习。啊，不过你是要出唱片呢？啊，不是要去电视台考啥物新闻播报员？啊，是安怎要这么要求你的发音标准啊？啊，这顾老板啊，我要安排练歌，一直做这款奇怪的训练，我等拄到伊哦，一定要问好清楚。等我一定要你，没啥要紧啊。你敢完怎？我的脚都疼的，可能断去啊！啊！哦哦！阿伯，你啊，先生，
我现在赶时间，我替你叫救护车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去问伊等我，我代志无闲耍，我就去找你啦。你莫想要跟我骗呐，你想要走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真正赶时间呐。我唔管啦，你今日要赔我医药费，我就叫警察来处理啊。你这人是安怎？无讲道理，讲实在，全部是你把我弄掉呢，我就无讲啥。而且我唔是无要负责任啊。聪慧，无你带伊去便宜，啊，我先去公司好啊。啊，不过，好了，啊，无你先去，老林卡说你的，好啊，我代志处理完，我就去找你。好，说你啊，好。拜。啊，老林卡说你啊。好。呀，我去便宜啊。好，我知。几百，彩玲，你总算是来啊！你什么给你这黏我？顾老板，拍摄啦，拄只伫路的发生车祸，所以我有小可迟到啊，拍摄。发生车祸，啊，你人完怎无？我人无安怎啦，就车小可去弄着，阮朋友已经伫咧现场处理啊，所以我拄只坐客停车来的，拍摄啦，迟到啊。老师哪无来，所以我今日接两联系了。你进前的基本发音应该是两个差不多啊，压力我连八行。啊？这是，这个地主三娃娃，有没对我来应酬？应酬？无啦，你之前是跟我讲要唱歌出唱片呢，哪要应酬啊？你唱片一出了后，就爱随世界去宣传啊。敢讲你唔免小可去交陪一下，那无安尼以后是啥物天理？你之前也无讲清楚啊，即马雄雄讲要应酬，我也无做准备啊，我无法度去啦。这份是你跟我签的合约，内底这两行字你小看一下。乙方李彩玲要配合公司活动，不然视同违约。哈？安尼就对啊。配合公司的活动，今日这个应酬就是公司的活动，安尼你有了解不？你若是不配合，就是违约哦。啊，那是违约，是要付赔偿金的。顾老板，你安尼写三文字游戏耶？彩玲，你感觉我当初签你是为虾米？唔就是希望你会当紧的人替唱片公司赚钱啊？那安尼对你对我拢是一件好代志啊！我敢袂去害你？我是一间唱片公司的头家，我应该无遐尼爱用啦。顾老板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今日我要带你去见的，拢是一挂广告商的大头家呢。这个头家若是欣赏你，给你一挂广告，还是给你一挂代言，增加你的知名度。那日后你若出唱片，公司替你宣传起来，嘛较轻松啊，对吧？我再讲，就这个人，拢是安尼包装起来的啊，我敢袂害你。而且今日这个头家，我是足无简单才约伊出来的呢。敢讲你要白白浪费一届机会？彩玲，恁家毋是足需要用钱的，你无希望较早出唱片的？Thank you.
这么暗啊，万一要不回来，应该是在病院。病院遐有伊小苗苗两个囝，还佫有王玉华伫嘞，伊哪会想要回来厝？你会等我回来？我跟廖主管在这个家，没人会管我什么时候回来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好。你今天去跟我去病院看少妹。咱国家现在上看重的就是少妹一个啊。也是啦，因为着救那个囡仔。立台公啊，大家人去看下，去巴结伊，嘛不差我一个啊。振祥，你是少伟哥哥，家己的小弟带伊，你无去看伊，安尼敢讲会得过？要我嘞，我为着咱国家的利益，为着要我爸欢喜，我无眉无子弟无用，更无人来关心我。平常时啊，你对恁爸爸遐，敢无得到爱甲好处？自较早，你着用尽各种的手段来对付少伟。你想要甲伊压落地，互家己出头天，甚至伫大家面头前。表现甲袂输，你这哥哥真正足疼惜你的小弟同款。既然安尼，你都莫把空吃，继续做一个好大兄应该爱做的代志。我嘛是啦，我嘛有情绪，我嘛有忝的时阵。凭什么就要我一直做恁心目中的好后生、好大兄？我不想要搁得这个小鬼仔壳啊！就算讲你会忝，有情绪，你敢袂用个摕这做理由来伤害你的小弟？别人看袂出来，啊，不过你是我生，你伫个背后。做偌济伤害少爷的代志，我根本唔知影。包括一摆，少爷又发烧，遐么妹夫去殡仪馆骨找，这件代志嘛是你做着。真正是你，安怎？你有个咧想要用什么理由来骗我是不？你大概若想要讲袂出，或者是要做歹代志，你的手就会做这个动作。可见，这件代志真正是你做对无？真正是什么代志拢无到我骂你，无唔对。是我叫人设计扫话，让伊无法度去殡仪馆骨切。也毋过我毋是真心想要伤害伊。我看伊即马安尼，我的心嘛无好过啊。你是安怎让妈妈讲袂听？你是安怎？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伊是你的小弟，之前你三番两次伤害伊，你对付伊。害伊伫你的爸爸面头前无面子，害伊妈就准拄煞。啊，不过一届，你害伊发烧，害伊遐么就无命。你是伊的哥哥咧，你即款的真强，真真强啊！我你就是为着啥啊？我是为着你的。你看你，你让王玉华逼到差点要把我爸挂出门。可是阮今仔日要去救着迄个囡仔，
王玉华手头就要这个王牌来威胁爸，敢不是？啊！你唔要常常顾顾，拢想着我好。你若真正为着我，你特别拢无跟我参详，就去做这件代志来伤害少伟。讲来讲去，你拢是为着你家己。你为着要保全你伫个国家的地位，未去受到人威胁，你才安尼做，对无？妈妈唔管之前你对少伟做过啥物，因为你今日想要阻止伊去接班，并无真正伤害伊。啊，不过这边妈妈变啊急点点，因为你真正受超过啊！你既然甲少伟一个等伫个客车旅馆，还他妈都无命，真相！我嘛不是有跟你讲过，你是我的囝，少伟嘛是我的囝，手心手背拢是肉。不管是你上受伤，上受委屈，妈妈的心肝那么足疼的。我拜托你，以后做代志较有站站的，较有分寸的，对少伟较好的，拜托你好唔？我冲伫少伟，阿咪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。你从来拢唔捌安尼对我歹下手，还是讲即马把伊的心过拢挖伫个少伟遐去啊？你即马要换添另外一个后生啊？你到底知即马是甚物状况无？三个人当中，妈妈上看重的就是你的才能甲你的实力，我嘛认为干那你有法度接管你爸爸的事业。我即摆情形完全拢无同款啊，呢俊生，咱在这里，不是你家己的兄弟，不是少伟，是王玉华甲伊的后生。人讲手骨骨里无骨髓，咱要对付的是因母仔，不是你家己的兄弟，你到底有了解无？我知影，我会尽量。你家己好好想看嘛。做遐多到底是为着啥？就连我想要甲大家分享我求婚的好消息，拢无人要听我讲。高先生，你牺牲家己的幸福，娶一个你无爱的人，只是为着富贵集团未来的发展，安尼你敢真正有快乐？包厢内面拢是一挂广告商的大头家、甲代理商，这千万唔值得是因。因若爱你啉，你就啉；爱你唱歌，你就唱歌，知无？哎，顾老板，这内面应该无什么问题了吼。啊，这都一般应酬食饭啊，会有什么问题？彩玲，你是甲我选做什么款的人啊？你家己无要紧，我是无可能替我家己的名声出来讲酸笑的。搁再讲，你即马是我公司的艺人，你若出代志，对我来讲有啥物好处？你放心啦，我袂害家己的啦。呀，入来。大家拍摄啦！啊，拄只外面塞车，阮两只较晏到。拍摄！啊，我甲恁介绍啦吼。这是阮公司的新人，伊叫彩玲啦。啊，彩玲，紧来甲赵董的、张董的、甲赵董的拍一下招呼啊！各位大家好，我叫彩玲。以后就拜托您哦。妹妹，彩玲，咱现在就有缘的。哎，
郭经理，想袂到这么多好，你今仔嘛一只。彩玲啊，你看你运气有够好的啦，想袂到伫个遮，阁会当拄到贵人。嗯，彩玲，来，你坐我边啊。来，郭总啊，来，你坐这，来来来，这样这样这样，您坐了您坐了，来来来，坐好，哎，坐坐坐，谢谢，来，谢谢彩玲。来给你一个啊，彩玲，这贵宾哈，拢是跟富贵饭店有业务的往来，大概只是简单吃一顿饭，无啥物啦。古总哎，啊恁这么晚才到，应该爱哪出发啦？就当啊，你妈妈安尼，无我甲彩玲跟你倒位一杯，安怎？啊，安尼想无生意啊啦，想无吼，买好这个新人。竟然大家一人一杯，拍一下通关才对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听着哈，来酒杯提起来啊，来来来，来啊，得啦，对，来来来。嗯，各位当的拍摄啊，我真正不要饮酒，无我以茶代酒好不好？嗯，我饮酒，你饮茶，阿你想委屈啦啦，不用你，一定要饮酒，对啦，对啦，来啊，听着哈，来啦，来只饮茶，副总呀。不过是饮一个酒尔，安尼啰里啰嗦啦。以后拍广告，假的嘛，这么多限制，咱是要来合作啦。对诶，安尼无依无束诶，安尼对啊，靠生意啦。就当诶，我真正不要饮酒啦，我惊等下我饮酒醉会互恁看笑话啦。无无安尼啦，我一杯敬恁三个，好不好？无咯，我著讲啊，安尼无够生意啦。袂吼，你就写一人一杯嘛，对不？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对不？有生意。当诶，彩玲算是我半个朋友，你有看到我面子上，莫阁甲戏人啊啦。好啦，郭经理吼，既然开嘴啊，一杯就一杯，不过吼，爱一嘴我打。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各位当诶，那呢，我敬您。对对对，来来来来。对对对，就是你。哎，林拍进来，你看这个，唔通自己皮啊？对啊对啊，哦哦，你看，哎，进啦！你好，请多多照顾。好好，一定一定一定。哎呀，哦，你看这只下面那个更美丽哦，够啦够啦。哎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来来来，大家对导游。拄只迄杯哦，是迎宾酒。啊。今嘛这杯哦，叫做祈福酒。你一杯，我一杯。只要你把这杯啊啉好煞，我保证彩莲小姐的唱片哦。一定大杯啊！啊，对，破气大杯啊！大家讲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破气大杯，大杯，大杯，一定要大一点，大大大。丢蛋哎，我丢蛋哎，伊一人对三个人，安尼无公平呐！阿伯您，我来替伊啉，我来倒三缸，来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赶快赶快。赞赞赞！哦，这酒量蛮赞。来古老板讲，这是公司的活动，一定要来参加。我嘛是不得已的啊。你在倒一个餐厅，我去找你。嗯。崇辉，崇辉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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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快点，快点。啊！哎呀，对啦，啉啉啉，讲话最大啉酒啦。来来，这样吼，别再，等下酒杯跟他用，哎，没用的，来来来。莫紧啊，莫紧啊，我替你啉啊，来。哦，那我先要倒啉哦。好，那我就来接啦，来，你你赶快赶快，哦，来来来来，嗯。我来讲你闭几暗啦，搞这款的，嘿啊，去哦，走吧，给你俩包拿着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来了，好了，赶快听着哈，对啊，听清楚啊，来来来，小亮，来来来，要拜托啊，好啊哈，我给彩玲拎着，来来，来，就当哎，喊你来，来啦我。高我点啦，高点。啊，恭喜你啊！好好好，来来来。哦，这样特别好呢。哎呀，我真正有最大啦吼。哦，要不要输赢呢？哎，好啊好啊，要办高钱。恭喜你啊！哦，我们这里酒量真好呢。对啊，你过来耍耍，啊，耍耍。对啊，我无法度啊啦，我真正无法度啊啦。啊，阿婆。你去就好啦。啊，不，差点不敢去。哎，啊，谁在啦？谁在嘛？啊，差点，伊要送我回去，伊嘛无法度跟恁走一起啊啦。啊啊，无意思啦。阿婆啦，柯总诶，你代替彩玲哦，陪上一档诶，搁去耍耍。好啊，阿伯各位党诶，咱就来唱歌，好不好？唱歌，唱歌，行行，唱歌，啊，来去，彩玲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咯，我们来唱歌，行行行，唱歌，唱歌，啊啊啊，唱歌，啊，唱歌，啊，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啊啊！来来来，小姐，这里这里，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来，饮茶啦，多多饮。哎，总裁，小心呐，你这。伊是安怎？伊啉酒醉啊！啉酒醉？嗯。阿伯你啦，先甲伊扶起，我请来好啊。好好好。小倩，小倩，小倩来，起来啊！来，开始。来。开始哩。这熊。彩玲。小倩，从外边借酒意给你，来，饮一嘴，我谢你哦。好。之前有几摆哦，我甲小倩去应酬，因兜管较足严的，所以客户找伊饮酒哦，又会当找借口，还是想办法给闪过。啊，不过这届为了要去动手，人家安尼，我真足烦恼，伊会互伊爸妈。我真正唔知影小倩对我动手啊！我本来是廖尊。哎哎，小倩，小馒头，知道不？来来来，搁啉一嘴。来，感谢你啊！妈，我不能再啉了啦！我不能再啉了，你买个微软彩铃啊啦！我喜欢没有？小倩，我重会啦。这不是酒，这解酒意，你啉落哦，会较爽快啊！好，来，饮一嘴，来，来。嗯。总会，咱送小倩回去好不好？先等姐了，等小倩清醒再去讲。
对啦，啊，英安，你伤过无细腻啊！那么小倩爹，林小酒醉的人真可能是你呢。那是林小酒醉会做啥物代志？无人通报警啊！我嘛感觉足无奈，我根本就无想要参加这个活动。这里，小倩，小倩，这里这里，什么？你嘛在这？嗯。小弟，嗯，你安怎无？酒档应该无一直搁逼你饮酒啊，对无？无啦，我无要紧啦。阿弟嘞，你心嘛感觉安怎？无啦，无要紧啦。我就是大概有淡薄疼咧啊。啊，无要紧啦。是讲啊，我从来冇捌饮过遮尔啊侪酒。以后我嘛唔敢饮啊。小倩，多谢你啊！英安，将你啊保护彩玲。哎，哎，赛琳，哎，赛琳，哎，总会，哎啦，哎，咱是好朋友呢。我再讲，你无在，我照顾你的女朋友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是讲总会，你卖这边彩玲哦。人遐个客户吼，拢是足重要个广告商。假使我若是迄个区总个，我嘛唔敢得势。搁再讲，迄个头家拢足够啉个呢。我若是无出面解毒，我惊蔡玲会讲讲哦，干伊安尼拍通关，哦，安尼一定会吃亏个。什么？你搁干人拍通关？你两种讲你酒量真好哦。我无。我干嘛饮一杯呢？你无是因为小倩替你动落来啊？小慧，我知影彩玲吼，伊是有路瓜子，真注重伊的形象啊。啊，不过伊个大头家，卡算也真正爱伊啉，所以无想要红，也嘛无。你叫伊卖啉，安尼嘛讲袂得过啊。啊，不过好佳哉吼，嘛刚刚饮酒尔，啥物拢无做，我会当甲你保证。我希望伊个人是靠实力，唔是靠。刷刷去啊！我唔想要讲啊。好啦，既然无啥物代志，啊无，我看彩玲应该嘛忝啊，你紧送伊回去啦。我先送你回去啊。来啦，我就打电话叫对面来接我就好啊。别急啦，让你我袂放心。我即马酒已经退啊，我人嘛已经较清醒啊。我打电话叫 David 来接我，安尼阮爸伊若是看到我哦，我嘛通有借口甲伊讲，我是因公司才来啉酒的。好啦，安尼讲嘛是有理，啊无你家己转去还较顺利啊。嗯，小天，今日多谢你。别客气啦。哇，我哪行哪吹风，我先来走啊。这里哦。小倩，这里啦。不待见。崇辉，我有甲区老板讲，我不爱去，伊就坚持讲这是公司的活动。我伫个电话内底拢已经甲你讲足清楚。我俩准你会当谅解，所以你意思是讲，我就袂当表达我的不满。因爱一切，你拢感觉真无奈啊，是安怎我袂当生气啊？我事业才拄开始，我有足侪物件爱学。我真正唔知影小倩是安怎替我动手。我嘛唔是因为想要红，所以去陪伊个客户饮酒。他说，这代志我都撇袂，那安尼我就当作是学习。我不爱互家己受委屈。我唔爱去电视度客户，安尼敢唔对？对，你拢无唔对，我无应该对你生气，那你我对我家己生气严重吼，是我无甲女朋友保护好，所以女朋友要靠伊家己，伊若出代志，拢是我唔对，安尼严重吼。小姐，来，玉坤，进来。David，
你会当去保养你的啊，来。这里面有医生开的替剂跟退烧药啊，还是少爷会给你吃。啊，我知道。怎么退休啊，秦诺？少爷，你敢搁有倒位无爽快？妈妈有叫阿斌来炖鸡汤，要让你补血补元气。多谢妈。少爷，你这个吼，我爸爸足骄傲的。你甘愿冒着发烧的风险，嘛要捐骨册救志明。干那这点，爸爸都要好好劳碌你啊。你已经大汉啦，不是过去迄个常常哥哥姐姐推七卡生的搞因啦。重点是以后，你嘛是人的哥哥啊。爸，会当甲志明斗相共着，我嘛足欢喜啊。稍微只是捐一个骨册，爸得这么懊恼的，我若无较用心的，以后伫这个家就无讲话余地啊。爸妈，我有好消息要散布，我已经向佳佳求婚啊，伊妈答应。你等遮紧啊？啊，恁两个关系当时变啊遮好，之前厝内为着要捐骨册代志，要甲乱吵吵。我拢无心情关心你甲佳佳交往的代志，你即摆像我安尼讲，妈妈一点仔心理准备拢无呢。曼妮，安尼就代表咱要甲顺风企业结亲戚，这是大意思呢。我唔对啦，尊兄啊，我之前甲交代你讲，爱甲顺风好好把关呢，想袂到你下手遮尼呢。今物顺风这个有交代的亲戚，我想咱饭店的企业。以后一定愈做愈好，愈做愈大。尊兄，做了真好。多谢爸。少伟，少伟，你无要甲哥恭喜哦。I'm sorry.